五至三节习题第五题哈，第五题有两小题，我们看第一小题 ，use the Simpson's rule 哈，利用这一个辛普森法则，利用这一个辛普森法则啊，利用这个呢辛普森法则 ，use Simpson's rule 啊，那做什么呢？啊，当然 Simpson's rule 是积分近似值，当然是求积分的近似值啊 ，to approximate the integral 求这个积分的定积分的近似值，那 n 等于六。n 等于六，那辛普森法则呢 ？n 一定要正偶数啊 ，n 六 ，n 等于五呢就不对了哈，不对了啊。To six 啊 ，decimal place 到小数的后面第六位啊，到小数后面第六位啊，这边就是一样啊，分割、求和、曲线。首先我们练函数 f(x) 的 s 分之一啊，首先练函数 f(x) 内的 s 分之一啊，过来分割啊 ，n 等于一到二，一到二呢啊，一到二分割要会哈，一到二啊，一到二，我们的 delta xi。delta xi 先看 delta xi 会比较好一点哈 ，delta xi 是 n 分之 b 减 a 哈 ，delta xi 呢是 n 分之 n 是六 ，b 呢是二 ，a 呢是一，这里六分之一，每一个宽度都是六分之一，那这边是一，这边是二，分六等份一半啊，再三等份，再三等份，啊，再三等份，啊，再三等份，那每个都六分之一啊，这个距离呢，距离呢是六分之一，每一个距离呢都是六分之一，每一个距离都是六分之一，每一个距离呢都是六分之一。好、哦、所以这个呢这一点是一的话，那这点是一加六分之一是六分之七。六分之七再加六分之八，六分之八呢好、哦、六分之八呢是三分之四。过来这是六分之九好、哦、六分之九，六分之九用三一分三三的九三二的六。过来六分之十，六分之十是三分之五好、哦、过来六分之十一好、哦、六分之十一。那这边是六分之十二好、哦、就是二好、哦、那这边呢是 x0, 好、哦、那这个呢是 x1, 好、哦、这呢是 x2,这个呢是 x3, 这个呢是 x4, 这个呢是哈 x5, 哈，那这个呢哈，这个、呢是 x6, 哈，第六点，哈，第六点，好，这样讲会比较清楚一点。好，这分割要会哈，简单的分割。那首先要令函数 f(x) 呢等于 x 分之一，哈，那这样子做的时候 ，delta xi 呢是 n 分之 b 减 a，n 分之 n 是六。好 ，b 呢是 2, a 是 1, 好 ，m 是 b 减是六分之一，好，六分之一。那要把函数找出来 ，f(x) 0好多少 ，f(x) 1多少 ，f(x) 2多少啊？把它带进去，好，把它带进去，好，所以 f(x) 0好 ，s 0呢是1用1代，好，那 f(x) 是 s 分之一，1的导数当然是1过来，好 ，s 1呢是六分之七，导数呢是七分之六，好 ，s 2呢是三分之四，导数呢是四分之三，好 ，s 3呢是二分之三。导数呢是三分之二，导数呢 ，S4 呢是三分之五，导数呢五分之三，好五分之三 ，S5 呢是六分之十一，导数呢是十一分之六，好十一分之六，或者 S4 呢是二，导数呢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好二分之一，好，那你要知道用什么？是辛普森法则，辛普森法则呢是前后一倍，好，中间呢是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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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第二项是好四倍，好把它套进去，套招，好，所以我们这个定积分一到二 s 分之一定积分会近似于好近似于好，先把公式写一下，三 n 分之 b 减 a， 那前后一倍，好前后一倍，中间呢是四二四二，最后第二项是四，这个公式要会，初学者先把它写一下，多写几遍，好会加深你的印象，好加深你的印象，好过来 n 呢，好三呢是三分之一，所以 n 分之 b 减 a，n 分之 b 减 a 是六分之一。啊，每一个宽度，好，我一般习惯上我讲宽度，每一个宽度，所以三乘以六分之一，好，下一个步骤三乘以六分之一 ，n 分之 b 减 a 是六分之一，三乘六分之一，好，那把这个值呢给它套进来，好，这个 f(x) 0呢是一，好，给它套进来一样，好，过来 f(x) 1啊七分之六给它套进来，啊，记得还有个四倍，过来 f(x) 2四分之三啊给它套进来，记得还有两倍，啊，过来 f(x) 4三分之二。好、哦、给它套进来还有个四倍。好、哦、过来 FS4, 五分之三好、哦、给它套进来记得还有个两倍。过来好、哦、FS5, 十一分之六好、哦、给它套进来还有个四倍。最后第二项是四倍。那 FS6, 二分之一呢给它套进来是一倍。好、哦、套进来是一倍。那过来整理三跟六乘起来是十八分之一好、哦、给它整理。好十八分之一好它这个呢七分之二十四过来二分之三过来三分之八过来五分之六。过来十一分之二十四，过来二分之一照抄啊。那这个还算可以的哈、啊，这个没有计算机还是纯手工了、啊。那有计算机给它按一按，好、啊，或近似是多少？好、啊，近似是多少？是近似零点六九三一七零。它到小数点第六位，它到小数点后面第六位。好、啊、，to six decimal place， 好、啊，到小数点后面第六位。所以你要有六位，
二四六位，那六位的话是第七位四舍五入，要记得哈、哦，第七位四舍五入啊，这是我们的 A 部分。那 B 部分，好、啊、，B 部分是问什么呢？啊 ，use 一啊，利用一啊，利用一啊 ，and the relationship 还有这关系是，以后这个不会给你了，好、啊，以后这个关系是不会给你啊，以后这个东西不会给你，好、啊，利用一呢 to 啊，整个就没有了哈、啊，利用一啊，这个就不要了，啊 ，to estimate 这。好、哦，这个 relational value natural log two 好、哦，来估算这个无理数 natural log 是多少？好、哦，估算这个无理数啊、哦、natural log 是多少？好、哦，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哈，他、哦、已经告诉我们的哈、哦，这个丁基分会等于哈、哦、极限 natural log s 的绝对值啊、哦、是 natural log 减 natural log 一，应该还要再写一下哈、哦，这东西呢，假设我们丁基分其实这个不用管了，一般以后这个不会给我们的哈。哦以后这应该是不会给我们，好，所以这东西就会等于 natural log x 的绝对值，啊，是一到二，然后带上限减带下限，那 natural log 一呢会等于零，所以就剩下 natural log 二，好，这剩下 natural log 二，所以这个定积分呢是等于 natural log 二，这个定积分呢等于 natural log 二，那由一呢是近似于这一个，哦，就直接写近似值。好、哦，那第二题就简单了，好、哦，不用乘以多少，不用除以多少，好、哦，马上就知道，好、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好、哦，就是由一，好、哦，由一，由等于近似0.693170，好、哦、，by A 部分，好、哦，由 A 呢，好、哦，我们可以得到，好、哦，现在是一哦，应该是一，它用一二，我们就用一二，好，它用一二呢，我们呢就用一二，好，我们就用一二、哦，那这边写个答案，好、哦，这边写个答案，有两小题，好、哦，两小题，好、哦。好、哦，他用一二，我们就用一二了哈、哦。他用一二，我们就用一二，好、哦，我们就用一二一二，好、哦，他用一二，我们就用一二，好、哦，不要不一样，好、哦，他用一二，我们就用一二，好、哦，他用一二，我们就用一二，好、哦，用 A B 也可以，都没有关系，这前后要对称啊，要对称才可以了哈、哦。所以第一个啊、哦，这个定积分呢，利用辛普森法则 n 等于六的时候，好、哦，会近似到0.693170。好、哦，过来，好、哦，由于近似，由于算 natural log 的近似值，所以呢，由于呢马上得到一样，natural log 近似于0.693170。好、哦，那你要看小数点后面第几位，你要看题目给你，好、哦，你要看题目给你到小数点第几位，好、哦，这是五至三学的习题第五题。